हानुदेखि सबै हेला गर्ने अनि बिहा गर्ने.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平等，有时不由得我们不接受，但是接受不代表放弃。在尼泊尔，有很多视障的小朋友因为世俗的歧视而失去了上学的机会，但有一名不向命运低头的勇士，就觉得既然孩子上不了学，他就把学校带给他们。